他打的，为什么打？四个多月，刚刚呢就是挂号，因为要打预防针嘛。刚刚挂号的时候，就得到了一个这个一举两得。俗话说得好，有输过没怕过，有打过。所以今天两针，左脚右脚再度插下去，而且这里是蒙蒂，现在已经越来越，蒙蒂现在已经越来越有那种认知感，就是他开始知道什么叫开心，开始对身边事情好奇，当然也知道什么叫做痛。所以呢，他等下这一支下去，他这个痛感又跟之前不一样，因为他完全能体悟那种痛苦，那种揪心、那种撕心裂肺的，太多了是不是。所以说今天蒙蒂就是登短的时候了，男人到四个月就要一次登短，左脚先来一针，他如果没有哭，右脚再来一针，他不哭，叫他爸。我爸。飞机那么漂亮，是哪一家的？我这我真的要跟大家讲，因为这个飞机呢，我出门在带这个飞机，刚刚呢坐几台这个飞机，这是我代言的，不是哪一家，是美美家，天王星飞口，好不好？飞口，好吧。这个代言照今天就出来了。那蒙蒂呢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蒙蒂，今天呢是两针哦，哈。跟上次一样，左腿一定要飞。对啊，很公平哦，他是一次打两针。有输过没怕过，有打过就会怕痛。加油！加油！狼若回头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。蒙蒂若回头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。报仇干嘛？报仇干嘛？那不是拉屎。蒙蒂若回头，不是要喝奶，就是要睡觉。没有押韵呢？就报仇。爆头干嘛？你鸡爆头！不要你鸡爆头！要分手不够，想牵手，你鸡爆头，想牵手，你鸡爆头。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打完针记得去药局领药哦。好。我们下一次来有五个月才见两个六个月预防针的时间都有拿到吗？什么？啊，这次的预约单还没。刚比较的时候。那等下问完之后再拿纸塞一下就可以吃进去。好。好哦，来哟，我们准备了。好，来注意。郑小西刚好先给了。对。他已经开始吃了。Yes， 好喝、哦。哇，超好喝，而且他自己洗耶。你对，就开始洗。对。我想要，因为一般都是我们挤啦，但是他吸的话会有那种感觉。等一下，你是先吃好吃的，然后等一下左脚右脚就有的。对，赶完赶快抱起来瘦瘦。就有的瘦了。恭喜你哦！我吃的好好，吃光光，吃光光，非常好。不浪费，好，姐姐再给你。嗯，再吸下去。哎，大腿来准备。不要害羞，只要打针而已。大腿给你。都给你。来。来了。哎，一定跟他们说打哪边？打这边啦，这边打下去，这边打下去啦，来啦，就来打啦，这个大腿准备好了。好。慢。好，但我感觉到这里。先一只嘛，姐姐你先这边，好，等一下一完成了我们再过来哦。OK， 好，加油喽！你说来啦，赶快打下去啊！小朋友，好，杨大哥，好，你这样子吧，打下去，这边就给我打下去啊！杨大哥，加油喽！你也在怕打针吗？你在打地针？赶快啊！你不会痛啊？放没事啊，没有，不是我打的，你不是我，是他打的，你看他打的，没关系，对，妈的，他打的，为什么打？他是打的，对他打的，他们拿针打的，换一边，好，稍等一下啊，骂你好，骂你不要记仇，骂出来心里比较舒服，对啊，骂出来就好了，好，来拿嘴亲，再一杯，
因为它这样拔起来，等一下吃会就比较快。对啊。因为你现在如果让他吃的话，他等一下就没有很安全。哦，真的、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不是，这真没有，这真软。你在看什么？这真不会痛啊，真的啦，没有啦。他现在痛了。每个小朋友都要打针。加油啦！加油！等一下，吃吃吃，很快。好了，找完了，没哭了，你看，没哭了，好不好？开门。三秒哥，好，谢谢。很棒，爷爷今天呢，左一针右一针，第一针的时候呢，哭比较久，第二针他已经三秒钟就直接安抚了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很聪明，就是在他打的时候，奶嘴先把它拔掉，然后他打完之后哭，奶嘴下去安抚一次，然后第二次再拔掉，再哭，奶嘴下去。这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，蒙弟？你自己。啊，他又觉得这也是梦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觉得是梦了。是梦？对，没有。干嘛？你要把针吗？没有，他在笑。你看到？打剑苗就不能接触。那就是要打剑苗。你有打针吗？没有啊。很好。男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很容易就是忘记了，我们不记仇，没有心机的哈。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四个月打两剂，成功，成功。你说什么？他很关心他打卡戒苗哎，没错，他五个月就要打卡戒苗了。下个月不是一两次吗？下个月他就打了。他说五个月就要打了。打戒苗就是那个打了一定会留疤的那个。对。来，恭喜他一下，恭喜弟弟。姐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要打那么多针？你以前是这样打的。你也是过来人吗？还没打完嘞，他说六个月还有两剂哦，对啊，然后如果你还要自费一个什么，就三剂。我觉得弟弟刚刚表出来心情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，就是我们比较，你知道吗？他听你讲废话耶，你知道吗？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最可怕的是心病。所以如果你如果心情不好，你闷在心里，你没有喊出来，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去大海那边喊？刚刚谁对他打针，他直接对谁吼，这怎么样？他就是抒发他的情绪，但他不会跟那个护士有心结。喂，没有了，人家只是痛在哭而已。你在讲他，他不是在屌，他是在哭。那请刚刚的画面。对对对，他打的，为什么打？他手还在比。那我比的。好啦，我们要去批假喽，弟弟你好棒啊，越来越棒了，像个男人。你这样去指挥交通吗？对，哎、欸，我早上说你可能穿这样子，来这边，哔哔哔哔哔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很像口罩。超不爽。好了，很棒，成功，儿子很棒，看到没有，像爸爸。大家都说他长得跟我很像，怎么样，那个？终于来一个像我的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眼神。对，我学一下的眼神。二三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